只非常可爱的狮子呢，是以石虎兽的造型。那么呢，我们的正氣Pa社与金虹慈惠堂共同合作，将舞狮的传统技艺推展与传承，手把手亲自教导大溪国小的小朋友练习小狮阵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以广东狮的造型，以石虎兽的形象来设计，为了装点我们这一次的正氣Pa。Thank you.